看一下啊，这游戏里面的妹子的颜值都很不错呢，随便一个路人她的颜值都非常高啊，穿的也相当的性感，对不对？就是胸不好，那每一个路人妹子啊，她的颜值都非常的高啊，都非常不错啊，每一个都长得跟童话故事里面一样的。这个就不说了啊，瞎搞。